Hi, hello guys. My name is Chris. Today is 2023 June 7th. 有关昨天那个事件呢, Chris 好就想到一个片一个跟各位分享一下，叫做无中生有。那这里无中生有的英文表达方式呢？那我们来看一下。那 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one. 好，这里 Chris 制作了一个。Grab 它，我分享三段给各位。Grab the rabbit out of the hat，在这一块部分，我们称为无中生有。而这里有没有看到这里个？这里的 conjure 部分，Harry 这里的 Harry name is Percy，这是一个魔术师。那我们都晓得魔术师非常非常厉害。那基本上，那看着若有意，就会觉得哇哦，那真的是太魔术了。所以根据这图片里面，底下文字 Chris 做了一些小小的整理给各位看一下。这里的无中生有呢，通常就有否定的含义，其实就是没有这个事情的意思。就好比昨天，有人假传圣旨，但是也不晓得到底是谁要去捏造这样子的一个没有任何事实的一个事件，然后假借我老婆的名义。I don't know, maybe. Maybe pig is really awesome. It's pretty, right? 所以这里意义相符的英语片语的部分就是 pluck or conjure out of the thin air。这里的 pluck conjure 就是 conjure 部分，我们可以称它为抓出或者是凭空抓出。所以这里的动词部分，Crystal 这边选一个 pluck，我们称为拔出或者是抓出，用手抓住快速的移动。所以它是一个没有任何想法的一个动作。Thin 在这一块，我们晓得它，我们称它为稀薄的，用于形容 air 这个空气。那基本上就是强调没有任何的实体了。所以这里 conjure 部分我们称为召唤。那这个在我们魔法电影里面常常听到这一块 conjure。I want to conjure the monster conjure，alright。好嘞，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一组，确实这边有一组放大给各位看一下。这里的 conjure 部分，变出使变出的意思。So in an instant, the magician had conjured a dove from his hat。意思就是，他魔术师变出一个鸽子，从哪里？从那个帽子里面变出一只 dove，变出一个鸽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另外解释的部分，我显示这部分，Chris 写一个 pull rabbit out from the hat or bag，把兔子从帽子或者是袋子里面拉出来，所以这也是一个凭空召唤出任何事物的意思，就像是魔术师常用的把戏，right？大家都看过，观众以为空的帽子，结果他抓出来的时候，魔术师竟然抓出一只活兔子出来。所以这句话的部分就是用来形容人可以做出令人惊讶或出乎意料的事，而可以在最后关头的时候把问题给解决。Alright，这里有最后一个我想要分享片语这一块，就是有一个出其不意的情况下，最后一刻出现把问题给解决的状况，所以可以用另外一个片语来做一个表示。这是一个来自于希腊语的一个拉丁文的翻译这里的 Deus ex machina 哦，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念。OK，来自机器的神，我又特别用红色来做表示，它指的就是希腊戏剧的一种技巧。它的运作的机制就是用起重机，就是 Machan 来扮演神，把演员放在舞台上面。所以这里非常非常刺激的情况，就会经由这位神的干预，就会解决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解方式，那就会意料的扭转劣势，转危为安。换句话说，就安全 peace。所以今天这个片语的部分，Deus ex machina 这个部分仍然被写作或者是电影中的情节手法，所以让剧情激情之下呢，然后将意料的之外发生了，但可以让这些戏剧评论家所称的，我是说这个很难信服，是因为这后面我会打一个 cop out 部分，理由牵强在这里，而是 cop 不这里的 cop 不是警察吗？Out 不是出来吗？警察出来，一句子，如果对不起有用的话，那基本上
叫警察也没有用的，right？所以在这一块部分有延伸记忆力，是我们称它为理由牵强。所以有个练习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The minister denied the allegations in the article shared on the Facebook, saying that not only was there no evidence to support it, but that story had been plucked out of the thin air and was fake news。针对脸书流传的那篇文章呢，部长予以驳斥。那说了，该报道不仅未经过事实的查证，甚至无中生有，编造假新闻。All right，OK，、okay. 好。然后 Number two, during the interview, the artist relayed how difficult the creative process was and how sometimes one had to just put a rabbit out of the hat。而这艺术家在访谈的这个过程当中，表示了一件事情：创作的过程都非常非常的辛苦，真的，write 的部分真的非常辛苦。他们有 inspiration 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写得行云流水；但是，一旦没有的时候，真的，一整天都会待在自己的家里或者是自己的工作室。所以，这个时候后面终结就是有时候就会无中生有。All right. Number three, unless Chris can pull a rabbit out of the hat in the next 3 months, we are going to go bankrupt. 所以各位，这里的终结之后，除非 Chris 有办法在3个月之内能够无中生有，不然的话，我们将会破产。Okay, last four, 第四个。Are you sure that those figures, or did you just pluck them out of the thin air? 你确定那些数字是对的吗？还是你只是凭空捏造的？所以在根据这三个部分，大家可以去运用部分。那我也希望各位能够 take a review, have a good day, see you, bye bye. Pour a rabbit out of the hat. Pour the rabbit out of the hat. All right. Pluck them out of the thin air. Okay, I want to say goodbye to you guys right here. If you do like my videos, just subscribe i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s for watching my video. Have a good day. See you. Bye bye. Bye bye. Oh.